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店门口就是树上有果子。你可以想象中孝东路有这样的地方吗？对啊，这样在我们家山上的感觉。这家叫做郭一茜。其实呢，我知道的方式跟珍妮知道的方式是不一样。珍妮先介绍一下你知道。我知道的方式是，我知道很多的贵妇，像 Melody 告诉我说，像孙芸芸啊，然后那一票什么微风帮，还有贵妇们都在这里买衣服。哎，但是短裤都好可爱，真的，他们都是短裤系列，真的很可爱。然后如果很短的裙子，好可爱哦！我想要这一件，你看，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边还蛮雅的，它收的很可爱。但是这什么 size？ 这种通常是 free size， 对对，因为它是 giu 短，所以是 OK 的。刚刚说什么 ？giu 不要，你不要以为你不会讲 giu 短，你会怎么说？我每一下我只会讲盾呆，盾呆。我今天讲盾呆还被我老公说。会讲顿呆哦，对啊，我想说，因为顿呆，顿呆是很难的台语，以我这种本省人，我都不太会讲顿呆。他跟我说你真的很台，我心想，是不是跟你学的说就是台妹。这件也2280，哎，孙芸芸就穿这样子，有没有？就是这样，有没有？就是这样子啊，他常穿这样，然后配个高的夹脚鞋。所以你刚才问我穿这怎么上厕所？再讲一次吗？口号给孙芸芸，整件脱下来，然后就是露出来，然后再整件拉上来，而且你还买了无限的想象，对不对？干嘛在一个不觉得你的店里 ？Sorry， 名媛呢？你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么麻烦呢、啊？可他们都 OK， 是是，这天应该不会喝水。美丽就是有四个字叫做不怕麻烦。对，对，有没有名媛风？名媛都会穿这样出现，有没有？好看哦，名媛。看我如果穿它就怎样，这样你可以把它一直踩到剪短，如果你比较矮的话，再加上我没有小孩，小孩因为一直妈妈，对，你就会啊啊，遇不到一个，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小孩的穿着真的要很注意，没错，啊，好可爱，有胡子这件，有胡子的呢，1880，请问我本人有大概什么样的折扣？待会回答我，刚刚去问。有一次呢，我跟那英在逛街，然后那是一个集合了大概十几个那种世界知名定制服的一个大品牌的店，然后他就问人家，最后他买了很多，他就说请问打不打折啊，然后人家就正在沉思的时候，他就说你别给我打那种骂人的折啊，啥是骂人的折，骂谁啊，就是那种95和98九折，有没有，就是干嘛加满吗，我是来加油进来吗，95加满，对不对，哎，我们姐妹就应该穿这样的。然后嘞，去逛街，好好看，这裙子好看。我比较喜欢芸芸，你要买吗？芸芸。啊，没了，我想没了什么？没有底。芸芸2980，芸芸。对呀、啊，2980而已耶。今年一定要有一个荧光绿的。荧光黄吧。荧光黄，荧光绿。对，什么？哎，你这样穿着，我好想唱一首歌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Can touch this？ 白痴，好了，我接下来是我过去常会看的一些视频会，你会不会看我们的名？什么会啊？当然会，我还会试戴呢。有些真人非常的富丽堂皇、奢华感，对，他的手镯也非常特别，对，就是、你可以搭配，像他那个有点是个铜的，有没有？它上面还刻一些字，什么 love、amour， 对，然后或者是奢华感的宝石或珍珠。有没有珍妮？哪一个？哪一个？我看到呢，好啊，好可爱，整个陆家怡风吧，有陆家怡超爱穿这种长洋装、啊、That's right 的，而且它是棉质的，好好看，可里面还是要配一些小背心，好吗？可是那么很瘦女生，她们就穿有一种内衣是这样绑在上面的，对，就整个 OK， 因为她们没有手，没有那个拜拜手，没有手，没有拜拜手，对啊，这样多好看，这样不赖耶，如果你要带小孩丢东西进去，毛巾都能放了，猜多少钱？因为它是布的。2580，怎样了？我很准吗？完全正确，完全一个字都不差。你可以进入下一关了。